我们生活在史实中，人类从来没有过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我们依然看到太阳，我们依旧看到星星，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我们对生命更珍惜。告诉我吧，你在烧什么菜？你在跳什么舞？你在唱什么歌？还是你与亲友倾心？还是你在感悟人生？展现你的手艺，展现你的才华，展现你的爱心，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同心之人，传给五百年后的新人类，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大家电视台，大家一同宅家乐，征集对生活的热爱，请到油管寻找大家电视台。#StayHome#WithMe， 大家一起宅家乐，期待您的作品，详情请咨询屏幕上的邮箱地址。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StayHome#With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狗狗出镜也欢迎哦。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我们推荐您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并且分享链接给我们，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还有狗狗。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评选每周、每月、每季还有总冠军的 TOP 榜单哦。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同时也做答疑使用，记得油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Stay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他只注重他西方的社会，这个对中国呢也是，他给予了特别的一个希望。他以为说，中国人就是说哈，从来没有侵略性，然后呢，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后就是等于中国人富起来以后，他就会有这种改革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厢情愿，尤其是就说是就这个民主党，就是说给这个中国呢很多的机会。我觉得其实也不能完全怪这个美国人，就因为这个世界他们也是等于是让中国进入 WTO 以后也是对中国人很有信心的。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人给出了一个相反答案，就是说是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就是说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因为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基础就是欺骗，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就是诡诈，就是说这种东西呢美国是完全想象不到的。因为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就是说我觉得真正的就是说中国确实不具备这种，也许吧，就是亚洲这些民族啊，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都不具备这种概念。其实我觉得日本、韩国啊，就是包括台湾，就是说他们，尤其是日本，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变成了一个民主社会，是在美国人的枪杆子，就是那个监督之下。换句话说，就像那个刘晓波说的那种，就是说实际上是在一个殖民地的一个状态下，包括德国也是这样。他完全就被就是战败以后，然后尤其是日本，我觉得最明显的，他的宪法，他那什么都是按照美国的这个就是给他制定的，而且是几乎是美国完全托管之下，就是日本就是一个美国的占领地，不是，就是日本就是完全是美国的殖民地，就是这么说。因为他的军队，他在那驻军。韩国呢也是类似。中国呢，我觉得如果是想要民主的话呢，他没有这个基础。即使是你看啊，苏联也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美国虽然说让他了，就是搞了个反对派，然后他也搞了几年民主，但是呢他的民主化完全是一个不可能持续的，一个就隔个两三年，只要没有很强烈的那个就美国的那个占领，他绝对会变成一个就是最坏的民主的状态，就是换句话又回头了那个叫什么。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全球，我们现在就跟这个疫情以后，我们要真的认真的去思考，尤其是美国的这些执政者哈，希望这个他们也能够思考这个全球走到现在这个步哈，如果再
允许，就是说再不去努力的话，就是说我的说美国再不是去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就是说是它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民主的堡垒。我们说的民主当然是说它是镶嵌了一个就是说是真正的法治，然后政府人民，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政体啊是属于一个就是说是人民选出政府的这种共和国，就是说而不是相反。所以说呢，我觉得美国如果这一次就说是不好好做的话，他很有可能被这个共产的这个就说这种集权的这种啊，就是中国的这个能力，因为他非常非常非常强，他可能会把他给打败。这个我虽然说是有点，我觉得就是说说起来有点耸人听闻，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实际上中国现在目前已经在考虑到就是说他自己如何的去这个给世界开方子，就是说而且呢他非常非常强大，尤其是接管权。它的动员力非常强大，所以说呢，民主就如果是它没有自由的话呢，就是说它也不可能有自由，因为它，我觉得东亚这些，就是说这个国家，这中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地区，就是说，包括印度也是一样，它，你看它就是由于有了这个西方列强，就基本上就属于殖民，才能够达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民主框架。至于说达到一个民主框架以后再去发展，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他们就有一个习惯了，中国是我原来从来没有过。其实亚洲的所有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包括韩国，包括日本，更不要说中国大陆。就是说，所以说，我觉得，但是如果民主的力量，就是说不能够在中国，就是大陆被美国就占领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根本就不要谈，它会自动变成民主，包括苏联。也是这种，就是、说是极其恶劣的这种，就是、说是，就是政府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也不可能有反对的，就不可能有那个什么。这个和这个资本主义，就是说、就在西方这个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说不说理想的，就是说至少也是一种，就是说有一个公平，有个正义，有个法治，就是说他们都是没有这种，就是说也可以说是劣等民族，就是说他们就不可能有这种那个什么。即使有也是短暂的，然后马上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这种民主，就是说、这个我觉得美国真的有一个义务，就是在他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就是包括欧洲，就是说实现了一个整个的就是说民主之上呢应该再上一台阶，就是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他呢可以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呢，通过就是说通过这个追责这个中国，就是说主要是中共，就是说让他们就是说是放弃权力。如果没这次机会，如果失去的话，比如说中国再搞个几十年的话，就是说那个2025一实现的话，美国会被打翻在地，有可能成为就说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就会变成了一个中国模式。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看看这个，我不知道你是有什么看法。您的担心很好，但是我对这点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我以前有一个简单开玩笑的话说，我说中国的情况如果能够，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如果能够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实现长治久安，那么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政治、经济、哲学，包括圣经，都可以一把火烧掉，这些书都要烧掉，就是人类历史要重新写过，就是像中国这种邪恶的制度能够最后占领全球，统治全人类，那地球确实应该毁灭，可能那时候，你知道？但我那个这是我半开玩笑说的话，那个我稍微澄清一下一个几个概念，有时候比较。我在咱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比较信奉这个孔老夫子说的这个叫名不正的言不顺，那这个叫名正言顺，要先把这个概念搞清楚。就是说民主本身呢是没有意义的，民主本身不是价值，民主是用来保护价值的手段。那我们都知道英文里边这个民主叫 democracy 啊，它就是一个 demo 就是 people 那 cracy 就是统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它的原初的含义。
所以说在古希腊的这些那个政治哲学家他们的这个眼中，民主从来就不是最好的，最好的体制叫哲学王，是吧？然后是寡头，然后是民主，因为民主里边就暗含了暴政。那么美国对人类的贡献是创造了符合民主制，也叫共和民主制，或者叫法治民主制，或者宪政民主制。那怎么称呼都可以，就是这边就牵扯到一个概念，跟这个美国的民主制相关的，恰恰就是被我们翻译成叫共和国的这个词儿，就是这个 republic。这个 republic 是源自于这个拉丁语的，其实它的拉丁语是 res public， R E S public， 就是跟公共事务相关的，有关于公共事务管理的。那我记得是在美国一个西部片子里边有一个那个从纽约到西部想试图建立法治。这个特别执着的建立法治、实施法律的一位这个律师，他就像一个小孩在这个扫盲班上，就向小孩解释什么叫 republic。republic 就是说以前咱们就是有仇报仇，把掏枪就干。说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得去法院，你得听法官的，你得找律师啊。这种非常浅显的语言，就是说 republic 其实是一种法治社会，其实是一套法治系统，就是说建立以宪法为框架的所有的社会活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要以宪法为依据，而这个宪法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就是人的价值。那当然，根据美国先父们的理解，这个人的价值是哪来？为什么叫不可剥夺？为什么叫 unalienable？ 那就是因为这些价值是跟生命同在的，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恩典和礼物。那这就是一个建立在价值认同之上的一个法治架构。那所以说很我当然这也是我的个人观点，我也不想去改变别人的什么，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民主本身是没有价值，就跟以前是那个是丘吉尔还是谁说过的，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那是因为在所有的我们人类现在可行的制度当中，民主是可以最有效的用来捍卫我们的自由，捍卫我们的价值。所以说民主才显得弥足珍贵。还有一个词儿，我想就是借这个机会再说，其实好像我上次也提到过，就是说这个殖民主义这个词儿啊，往往被我们滥用的。在中国很多的词儿，因为我不知道是因为语义不清还是因为后来引进的问题，比如说封建社会啊，什么这个殖民主义啊、帝国主义啊，这些词儿往往要不是被歪曲了、扭曲了，要不就是被意识形态化了。比如殖民主义也是一个。你说这个美国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实施过殖民主义吗？如果我们用殖民主义的这个本身的概念来理解的话，那你看美国从来没有试图改变过日本的这个人口结构，他也没说从美国移民5000万把日本岛给占住，然后把日本的农场收购过来，然后分给那些移居到日本的美国，他只是搞了一些政治制度移植。所以说这个能不能叫殖民主义，这是一个可以值得商榷的问题，是吧？因为这个殖民主义这个词，这个殖民那个 colony 这个词，就跟那个 republic 这个词一样，它的词源词根也是在拉丁语。那这个 colony 在拉丁语里的原意就是跟土地有关的，就是开荒种地。所以我那回说过，这个殖民其实本身就是种地生孩子。那殖民本身没错，是一个人类拓荒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进程，是吧？你需要更多的粮食，你去种地，劳力不够，那我们就自个儿多生几个孩子，那将来再接着种地啊。所以殖民没有问题。Hello， 喂，Hello， 喂，全部掉线了，是吧？刚才一下那个好像看的是掉线了，对，全部一下掉线了，闪断，全部掉了。
嗯，现在可以了，又回来了是吧？对，他在调整。嗯哼。其实我刚才那个用郭文贵的话说，就是你遇到黑客了，是吧？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对对对，现在可以了是吧？对，没问题了。对，我就接着把刚才说这个殖民跟殖民主义这个事儿，那个就那简单的就厘清一下。因为我们在使用很多概念的时候，如果你不把这个概念它的这个内涵外延要厘清楚的话，很多的事情就没法讨论。这里边包括比如说呢，刚才那个朋友提到过，说美国如何在这个国际社会继续这个发挥自己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对付像中国这种集权体制。这里边就会有一种比较艰难的选择，或者说难以实现的平衡在里边。我们到底是以恶制恶呢，还是以寻找其他的更能够符合法治的精神、民主的精神、民主的原则的方法来应对这种集权国家的挑战呢？因为如果你以恶制恶的话，最后只能说明你比共产党更邪恶，那我们又争了个啥呢？那也就是说，在这种文明的法治的框架内，能不能寻求一种办法，能够对这种邪恶的制度、违背人性的制度进行制约，或者说进行改造，或者说进行切割？你看，我并没有什么方案，但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一些问题，好吧？我简单说这些，其他还有一些网友，咱们的那个，咱们导播看看安排一下，按照举手的顺序，大家各自表达一下，好吧？好，该我了，老李，你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聊天，我觉得这种形式特别好，大家能够确实是。把自己对世界上发生的，或者说过去的一些事情，谈自己的想法或者看法，我觉得这种交流方式特别好。我也想谈谈我的一些思考吧。这样吗？现在好了，那拨乱反正。这是刚才好好的，这掉线一上线反而又变成这样。这样可以吗？我就说呀，这个国际化其实是我们这几年提到的，就近十年提到的一个概念。其实是不是跟这个比如说。刚才老李谈到了发现新大陆等等，这个算不算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或者是整个国际化的不同的形态到这十年发展成现在这种形态？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啊，它是伴随着约束，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啊，就有相应的约束而出现，我们称其为法律制度。各国的法律制度也都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而形成出更严格或者是更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这种法律制度。今天我们从国际化所看到的一系列的现象，我相信在之初可能都是大家没有想象到的。比如说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我相信他在加入 WTO 的时候，或者在这之前，很多国家，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啊，很多国家跟中国做贸易，当然做贸易它更多的来源于重商主义的一些想法，但是从美国的政治家来说，或者是给以前中国是双边贸易谈判最后一国待遇，到后面变更，形成新的这个
国际贸易组织 WTO 以后，中国加入 WTO 以后，中国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它确实是享受了非常非常多的红利。中国之所以能够享受这么多的红利，跟它的制度是有关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这种制度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它利用国家意志，或者说国家对本国之内的生产要素分配权啊，来和定价权，从而获得了急速的发展，财富得到了快速的积累，以至于我们其实回顾一下，确实你可以发现，在人类历史的过程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它是专制，就我们讲专制的国家，它的财富，我们讲国家财富或者说政府财富的累积的程度，有中国这么快的。当然它是有它的制度的合理性的，就是我讲的这个制度，就是中国制度的，它能够快速这个聚敛财富的这么一个合理性。同时也有中国由于人口众多，消费层级容易满足而带来的财富的聚累。我相信可能全球的人都没有，或资本主义国家的或者民主国家的这些政治家们都没有有这样的预测，包括他们的智库，否则的话我相信他们在和中国这个。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性是一直都是有的。这种警惕性就包括1964以后对中国高科技和军事装备的限制出口。其实从1989年到现在，无论是哪一届政府，在这个方面都是严格的守住了这么一个关，否则的话，就中国目前的这种状况，如果在军事装备、军事实力上有接近于美国这个我们讲和美国的差距，如果缩短在10年这个范围内，恐怕对世界的威胁就更大。所以我在想啊，在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获利是有它客观的原因的，它这个获利绝不是说是美国赋予它的或者西方国家赋予它，它确实是通过自己国家的一系列的制度性的安排而做到的。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国际化的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约束力的。那么这一次的全球爆发的疫情，能不能提醒全球的政治家们，面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啊，对是未来的世界的发展，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国家体制上的这种发展的影响，会不会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这么一个思想，来限制和遏制这种中国模式呢？我觉得您这个新哥，你说的这些担心跟担忧啊，跟这些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当然需要全世界的这个政治家们，当然去思考的解决方案。但这里边我就有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如何去因应这种事情，这个绝对不是仅仅是政治家们可以去考虑的问题。我刚才前面我提到过，就是说资本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权力，你知道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strong 的一个 power。其实是很多的政治家在制定决策的时候，在其实是受到了这些资本的左右，对，而不是他们在左右资本。对，没错。那在尤其在这个国际环境里边，很多的这些东西其实是背后是这些国际大资本在左右局面，而不是
所谓的这政治家们，因为政治家们他们能够发挥的这个发挥作用的余地跟空间在国际范围内其实不大。那么这里边也就牵扯到刚才你提到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这种这个军事对比，后来你会发现这种军事对比其实在现在来说它的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而恰恰是这些国际资本，这些国际热钱在这个世界各国之间的流通起到了很大的或者说很决定性的左右这个世界政治格局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里边比如说如果我们能够达成共识，当然这里边又一种平衡去需要达成，就是说西方国家一般是奉行这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你没有办法去限制这个国际资本的这个自由流通，对吧？但这里边有一个方法是否可行，比如说对中国的这个国家，西方国家应该回到事情的原点上，回到这个国际政治外交的这个原点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对等原则。那你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如何对待你，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原则吧。那打个比方说，你想在美国投资，那我也想在中国投资，但是我们必须得有一套能够就是互通的一个公用平台，就是实行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这种游戏规则。那比如说在言论方面，这里边这些东西其实已经牵扯到商业利益了，大家一直在谈论的，比如说为什么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不能进入中国呢？那或者说美国政府可不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如果他不能够给予你什么样的地位，如果说你的这个公司的这种运作中间的这个人权保护啊，这种那个工人的工资待遇啊达不到某种水平的话，我们应该拒绝跟这些国家合作呢？那我这是提出一个建议，因为这个里边背后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细节跟制度安排需要去完善。哎，我确实很认同你的这个前面所说的，如果在这方面不做出一些有效的那个制度安排和制度约束的话，按照这个资本本身它跟这个权力之间特别容易达成一致，特别容易形成一种勾连跟这个结合的话，那么这世界未来的这个政治秩序确实堪忧。的确，我之所以就是说到后面，我就想就你基本上把我后面想说的话说了，也就是说就各国的政治精英，就是精英们，你们确实是应该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想一想，当国际化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的时候，是否要在制度和规则的建设上要补课的时候了。如果是再不去补课，恐怕对未来这个秩序的破坏会更严重。其实从这一次的瘟疫来看，它其实就是对未来秩序的一次严重的破坏，它只不过是用了一次瘟疫的这种方式来表现出来而已。对，但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生活在了一个历史转折的一个大转折的关头。对了，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重大的转折点，这种转折点，还有一些其他网友那个举手发言，咱们先 OK， 我就大网友让别人来，一会儿咱们可以接着聊。好，哪位？该我了。林先生是？是 Goodus， 我刚才先举手的，因为断网了以后。就又重新加了一下，那个刚才李军老师他谈的整个这个漫谈非常娓娓道来，这也讲的很有意思，但是你刚才也讲了，所有事情要先定义啊，立也正其名，后面才能谈的比较清楚。就是全球化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作为一个划分，就是一个狭义的全球化和一个那个广义的全球化，甚至还有一个有些东西不是全球化，就你谈到一个史前的东西，我觉得它不能够作为全球化，因为那个人类没有理性参与其中，
就比如说人类从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这个人类自己都没有记忆，人也没有其中的主动性，是被自然驱动的。那包括很多比如说物种的驱动，那时候是由这个鸟类带着比如说稻种到处传播，这个人类没有参与其中的东西，我觉得它就不能叫做全球化。那么比较我觉得一个广义的全球化呢，就是大概从近代现代以来，也就是在中世纪开始了大航海，就你讲的就是大航海。但是我补充一下，这个大航海之前呢，阿拉伯人的大航海是在欧洲人之前，这个安曼，这个安曼这个国家是最早的进行全球早期的殖民吧。它一个你看它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在非洲东部这个叫什么桑给巴尔岛，就坦桑尼亚那个桑，桑给巴尔岛，阿曼的首都曾经建在桑给巴尔岛，啊，这是一个它这个早期的证据。还有一个在这个剑桥隋唐史当中记载，就是黄巢起义在广州杀了160,000阿拉伯人，这160,000阿拉伯人基本上是阿曼人，所以早期的这个阿拉伯人的大航海也很重要。另外我觉得还要再补充一个，就是说改变了地球的一个动物叫骆驼，在这个航海之前，它在旧大陆上整个蔓延了，包括丝绸之路，整个从东边到西边，沙漠之舟。对对，这是就是说之前的，这属于文化漫谈。那么我讲这个，咱们讲这个全球化，它还是一个比较有学理的东西。我觉得它应该这个就是牵涉到这个叫广义全球化，从人类开始大航海以后，后面的全球化是指我们就是尤其是这个苏东巨变啊，就是至少是二战以后的这个全球化。这个印度有一个加尔各答学派，就是这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他们有一个研究啊，他认为这个18几几年，就是19世纪末，这个已经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程度，从这个阶层的流动，从人口的比例，按比例来说，这个比例流动超过了当今的全球化。他认为那个时候的全球化就是更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就造成世界的更多的平等和这个技术的延伸。那我觉得这里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热武器核武器以后，尤其是核武器以后，这个地球越来越不公平，这个全球这一轮全球化带来的这个问题跟这个也有关系。这个就是简单的界定一下，我们界定一下以后，我再谈一下我认为这个当今我们谈的这个主要针对应该是这个狭义的二战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我觉得它其实本质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就是所谓现代性，就是说最早是从科学起源，按照康德的这个定义，什么叫现代，就人勇敢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啊，就是包括科学的发展，包括对经济制度的设计，包括对社会制度的设计，在古典时代它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差序格局。也就是说比如说有国王有皇帝有教会，那么这些人都按照本能的来臣服或者说去竞争。那么现代性以后它是从这个工业化以后，这个工业的这个流程设计，科学在里面的注入，然后反哺到政治制度，从政治制度来进行设计。那这个我们现在认为一个比较好的所谓自由民主的这个制度，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假设的，这个假设认为人是独立的个体的，并且是自私的独立的，然后才设计出民主这一套，就是说最不坏的制度，对吧？嗯嗯嗯。所以这套东西我们今天的这个全球化实际上相当于在这套制度之上的这套基础之上进行了全球的扩充。这点还要再定义一下，刚才这个新哥说这个国际化和全球化还是不是一回事儿。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以一个国家为本位向周边去开放，那么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参与的一个共同的市场，一个共同的规则，然后进行互相贸易和交往。那我觉得全球化呢是在这个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上延伸的。那么今天我们遇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和现代性的问题是同构的。就首先这个理性对人类社会的这个设计是不是合适的，比如说中国为什么占据了这个全球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非常重要的份额。那么这个前提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东西叫做比较优势，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最主张这个东西是林毅夫，而这个比较优势呢，实际上是和中国的低人权结合起来，就是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比如你刚才说这打火机，还有很多这个分门别类的东西，比如说义乌，有人说全球人类能造的东西有30多万种，但是在义乌就能造20多万种。这些东西是用什么？就是用这种工具理性，它就是分工合作。那比如说一个村子，它造一个汽车座椅的凉垫，那么这个村子当中有一些人就是负责磨珠子，有些人负责打眼，有的人负责穿线，有的人负责最后的组装，还有的人专门负责修理这些穿线的机器啊，打眼的机器。这一个村子大概一两年之内制造的够全世界销售10年，那这个产业就做完了。那么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现状，它能够把成本变到最低，迅速的分工。你说这个里头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按照全球化的理论，它显然是进步的，它为全球提供了更廉价的商品。但是附着在全球化的一个隐含的价值，就是实现个人的价值，实现个人的独立啊，通过这种经济价值实现它的政治价值和思想的独立，这个完全没有做到。恰恰相反，按照中国这个制度，它是实现了个人的奴隶化，或者说螺丝钉化。就是现代性一个最大的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中国的制度本质就是一种现代奴隶制，而整个的这种国际资本都在获益于这种中国这种现代奴隶制。是的，我是非常同意您这个结论。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它通过这个工具理性，通过这个现代性的这种方式注入给中国，没有实现它的前提或者它想要推广的价值。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而同时就像您说的，国际资本利用中国的这种它有很低的生产成本，它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它有这个低人权的优势，它去利用这个获利。然后你实际上你现在考虑一下，这个就是和国际化不一样。如果一个国家国际化出了问题，可以单独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如果全球化出了问题，就要解决的是全球人类自私的问题，或者说资本的问题。它本质上是要对人类的思想做一个改造的，或者说做一个调整。那么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无解的，但是我们可以探讨它的一些可能的应对方案。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福山，它这个就是一片欢呼啊，就是历史的终结。显然大家都知道，现在就知道它是很浅薄的，但是后面很明显就有一个文明冲突论，这个亨廷顿来应对福山，他其实他是文明冲突论，就是来回应福山的，就是说各个文明实际上它都是以这个自己这个文明的发展为这个最优啊，他认为自己的认为的祖先就是人类的祖先，他认为自己的这个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自己的文化就是最好的文化，这个是基本上无法改变的，这是我亨廷顿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东西先放起来。然后亨廷顿还有他这个文明冲突论是由两部作品来构成的，第二部作品实际上就不是面对福山了，他作品叫《我们是谁》就是说他面对的是福山的老师，这个老师是叫柯耶夫，这个柯耶夫呢是欧共体的创始人，也就今天的欧盟的前身，这个人是个俄裔的法国的哲学家，他曾经据说拜见过毛泽东然后又在日本逛了一圈，他就讲，他说蛮族兴起啊，他这个里面有一定的种族主义，他说这个一旦这些文明他兴起之后他们就是变成土大款，就像今天中国已经复现了这种情况，就是不断的在创立了人类文明的欧洲人面前炫富一个土大款在你面前老炫富，你看不起他，但实际上你是没办法的他还说考察了日本的这个茶道他说这个如果一旦让这些民族崛起，他们会陷入日本茶道式的精致势力空洞的这些文化当中，而对人类良好治理的未来停止探索，所以白人欧洲人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叫做什么欧共体，这就是他创立欧共体的初衷，也就是亨廷顿也基本上附和
他的这个观念，所以亨廷顿给出大家是一个保守主义的。他这个保守主义并不是完全的封闭而没有进取，他认为这个前提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各个文明之间他是没法进行沟通的，他一定会回到他自己那个文明的原点。我再回头说一下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广义的定义，如果它有一个准确的开始，应该是各个文明体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之后，这时候的全球交往可以称为全球化。这个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本位了，一个文化本位，这个时候再去交往，它就产生碰撞，就会产生问题了。那么这个科耶夫就是亨廷顿给出的这个并不是完全的悲观的，他是认为各个文明要主要精力放在自我发展，然后用优等生去影响差等生，而不是去强迫差等生跟自己一样。这是亨廷顿的一个观点。所以很多人在解剖这个川普的这个理论，认为他是一个亨廷顿的这个最佳的理解者和最强有力的执行者。有一种声音是这样认为。你看到这个中国和这个前一段时间去年进行这个贸易谈判，这个谈判当中美国附加的这个原则是什么？甚至要把手伸到县里头，每个县，就因为中国呢是以县域经济特别有特色啊，就是你每个县是不是进行出口加工的补贴，是不是进行偷窃的技术，我都美国都要去管理的。这是美国提出的一个终极目标。他虽然第一阶段的协议并没有涉及到这个，但是他已经提出这个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刚才大家好几个人提出的要发挥美国的作用，我反倒觉得这个全球化往后退一步，放在自己的本位上再去施加影响可能会好一些。当然总体来说，我认为整个这个全球化和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同构的，尤其是有了热武器核武器之后，这个国家之间怎么影响人的这种私利，体现为最终体现为这种国际大资本的一个动力，强大的力量怎么样去遏制它，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基本上无解的。但是我觉得这里提出一个比较保守的这个亨廷顿的理论，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方向。好的好的，那个谢谢那个 Quotus 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看法和那个观察。那个下边一个举手的是哪位？是林森林先生还是老生常谈先生？我是我。